中心啦啦队员陈伯伯穿着开叉到大腿根的短裙，跟着队友白白一起拍跳舞短片，画面好性感。只是不久前，伯伯才在限动透露自己的身体出状况。原来陈伯伯的肚子里长了一个大概13公分的瘤，他选择在18号的时候动刀解决问题，而他在清醒后也发文向粉丝报平安。而酒怎么刚好奔刊在波波进手术房开刀之前，捕捉到了他与球员男友谢亚轩的小约会。上一次看到他们还是在去年12月，两人还在停车场掀裙子。这次波波一样穿着小短裙，外加中空小可爱，同时身兼了可爱与性感。他做完美甲之后就坐在路边等人，不出意外的没有意外，跟他碰面的人就是谢亚轩。两人一见面，谢亚轩就揉揉捏捏的，只是捏肩膀，别误会。两人的互动看起来甜蜜又温馨。吃完饭之后就直奔医院，看来当天的行程就是男友陪看病的贴心约会。看完医生，两人先回家一趟。谢亚轩把车手门熟路的开进女生家的停车场，对比上次只能停路边，看来两人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。只是回家才没待多久，就看到他们又在出门。这次的目的地却是来到了北投的温泉酒店，看来小两口是想在波波开刀前再温存一下。将近2个小时之后，两人离开，结束温馨又浪漫的一天。